做那嘛的，做地震的那，这样的，交给拿去，挺好，越护这么这么好，哎，你看好，真是处理到人，大清水挺好的，这么大的家，那那大一楼不错，拿下了，四楼这拐弯了，都这么正常，哎，第三天都找不着了，原地，这不做地震也得做啊，转转这个地震，正好就朝，哎。他们哥儿啊，拿那个嘛，拿那个泥，拿泥摔成了这个五角猴，大五角，拿俩手脚，五角猴在。啊，再说的话，我那个我在家，在外边。完了以后就搁那一块儿，我完了以后到时候就搁，后来也是谁更疼心疼我，我去一个平房嘛，人家玩完以后，哎，你不他们是多次，大的二的三的，那个桃子。